得到信物，又可以找到你心爱的东西。而这把宝剑呢，在你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。那这辆自行车是你的代步工具，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去闯关。就又帮你到这边了。如果不仔细听我的导览解说，那你就救不到公主喽。首先，我们来到的是中华大学校徽，它的上面是一只马，因为我们在中华大学在西元1990年的时候建校，然后那年刚好是马年，所以它就以马来作为我们的校徽。然后旁边的15颗星星是代表15位对学校付出很多贡献的校董，所以我们用星星来纪念他。然后因为学校以工学院而出身，所以我们以齿轮作为背景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个校徽的由来。那我现在问你问题喽，我们学校以什么动物作为校徽？一匹马。想要通过我这边没有那么容易，你必须先通过我的导览解说。这里的生态池是流到下面的鸭子湖，然后这周边的景色非常不错。现在开始来回答我的问题：这里的湖流到哪里？鸭子湖，可恶，被你答对了，接招吧！如果你想要得到信物，就得要通过我的导览解说。那目前一楼我们有邮局跟收发室，就是可以提供我们学生服务，非常的好。那5楼我们目前有就是签书中心，还有开放式空间，可以让师生可以交流互动的地方，非常的温馨。那4楼我们有跟求师旅行社合作的产学合作，然后六楼是我们的图书馆。那它
各种类似艺文的展览都有。那前阵子我们有办一个观光学院的媒合就业活动，非常的好。那我现在要问问题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请问是哦，我们目前跟什么旅行社合作？雄狮旅行社。太差了，是新武，不会那么好运的。没想到你现在一路闯到了这一关来了，不过还是要先去我导览并回答问题，我才会放你走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呢是樟树平台，这里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，可以坐在那个椅子，然后欣赏大自然的风景，听听蝉鸣和鸟叫。那这棵樟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而它现在上面会因为有这个白色的是因为它生病了，所以这算是一种对它的治疗。那像樟树平台这样的木头走道呢，全中华大学大概有5到6处，现在要出问题喽。为什么这棵樟树会有这个白色的？因为它生病。你怎么会这样能回答出来？好吧，只好放你走。这是我最关的事情。王子你好，这里是我们中华大学的鸭子湖，很适合学生来散步。就在木质平台上，樟树帮忙遮阳，微风徐徐，看着鸭子从这头游到对岸，是一个让人放松心情的好地方。有时水彩课的学生也会在湖畔写生。为什么会叫鸭子湖呢？因为湖边住了8只鸭，它们不怕生，看到人会上岸讨食物，相当可爱。旁边的圆形剧场是社团排练演出的地方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，就是中华大学的第二大湖叫中华湖，那第一大湖叫什么？叫鸭子湖。哦，你答对了，这个信物小鸭子给你。小陈，如果你有个时间，你坐在角落，就会有亲切的服务生来关心你，同时能享受令人放松的音乐，开启美好的早晨。不要废话，我们来决斗。